我是梁明，我是惠安的钱币处理员。我每日的工作呢是将客户交来的硬币分类，然后交给我们的同事包装。为什么客户交的硬币给我们呢？因为硬币重，他们处理呢就要很吃力，所以交给我们呢，我们的手续费是便宜一点，我们又有收送的服务。每日呢我们都有分段时间的休息，同埋有拉筋的运动，所以对我们都有帮助的。虽然我们的工作呢就不起眼，如果市面上没有人用都几下嘢的。我们工作性质呢都挺稳定的，喜欢安稳的人呢都挺适合的。我都在这里做了二十几年，除了可以养妻活儿之外，对社会都有使命感的。